个你懂因为什么？跟他一样，跟那个 KYBS 排序榜死鬼一样。你懂的。站在旁边，突然觉得自己好高。哇！哈哈哈哈哈。先把它沉进去，变成 xy a 平方加 xy b 平方减 a b x 平方减 a b y。不是没有这一行吗？那口令。不要这样子。心算哦，那以后他要改名叫大姐心算头。然后变成这一行 ，a x 提出来，变成 y a 减 b x。我操，这样子。y b 提出来变成 y。是哎，哇。然后这两个可以提出来，然后变成这两个，就变这样。哦，但是通常我们真的不太会写 Y A 哦，因为那个 A 跟 B 其实算是什么？好，算是系数，那是一个数字嘛，对不对 ？X Y 通常我们比较把它当成是一个未知数 ，A 跟 B 比较像是不知道它是多少的系数，所以习惯上还是会把它写在前面，可不可以改一下？而且你这样不太好，你看前面写 Y A， 后面写 B X， 这样就有点牵扁了。不用了，直接改最后一行就好了，再加一行就好了。大姐，大姐，你改为什么改一个是 B？ 你告诉我一下。哦。什么伤害的？